这年头又有钱人又好的人已经不多了。怎么样？你觉得看到综艺了是不是？那个穿白衣，黑裙子那个，看起来颇有实力啊。对，我也觉得耶。刚刚不是给人骗了吗？他宝贝是来的。我们现在先答应他们，然后每次给他们一些钱，让他们不再接心。再每次说点话吸引他，让他自愿跟我们走。那女孩子最有没有办法招架呢？尤其是那种在孤儿院长大的，就他们，就我们之前做的一样。Thank you.